どうも、アカルです。アカル HKTV へようこそ。見到呢一部《遊步院之心》，就知道今日带大家去遊步院啦。好啦，喺到达遊步院之前咧，请你 subscribe 同埋 like 我嘅 channel， 记住揿埋个钟仔。好啦，而家带大家睇一部车先。嗱，遊步院之心同其他列车咧就唔同嘅。除了有一些休息室之外，還有一些小食和一些便當，還有一些紀念品是給大家買的。好了，等我都吸回個印仔先。坐了兩個多小時，終於來到這個遊步院了。一落車我們就看到車站裡面竟然有一個可以浸腳的溫泉。好了，等我看看有沒有人在浸腳先。好啦，出咗嚟遊步院車站咧，呢個位置咧就係眾多人打卡嘅熱點遊步院車站啦。哇！大家睇下呢兩隻馬，啊唔知係咪咧，連喺日本啲馬咧都特別守規矩嘅咧。据说啦，遊步院咧呢个地方咧就系一个盆地嚟嘅，四周咧有啲高山包围住，所以里面嘅气温咧同出面嘅气温咧会有少少唔同嘅。好啦，行到咁上下，喺入住我哋温泉旅馆之前咧，先医下个肚仔先。嗱，呢间卖苦饭嘅餐厅咧就经常好多人排队嘅，咁建议大家咧一到站嘅时候咧就去到攞定一张飞，问定佢咧大概几多分钟之后咧系有位嘅。咁样咧就唔会话嘥太多时间去等位啦。好啦，终于坐低咗啦，我同我老婆咧都急不及待咧，快啲热下肚仔先。我哋咧叫咗两个饭嘅，一个咧就系地鸡苦饭，另外一个就系丰后牛苦饭。哇，热辣辣嘅苦饭！真係好好味啊，好想快啲有得去日本啊。大家记住 subscribe 同埋 like 我嘅 channel 啦，仲有我嘅 Facebook page 里面都有好多关于日本旅游嘅资讯嘅。皆さんよろしければ私のチャンネル登録をお願いします。じゃあまたね、バイ。